神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谢谢主，每天都赐给我丰盛的恩典，让我清楚地知道，凡事都有神的美意。我为我拥有的欢喜，为得着的感恩。谢谢主。我是雅比斯小组的同工 Larry 胡，欢迎大家能来参加我们的小组。亲人小组的培训，我最大的得着就是属灵的成长和弟兄姐妹的亲情。感谢主。每当我想起主耶稣和以前的基督徒所遭遇各种的酷刑，我就会觉得疫情时代各种的服事都是主的恩典。感谢赞美主，在疫情这个一年中，让我们一家人呢能够相守相知相爱，让我们呢依靠主，感受到主恩常伴，让我们呢能够时刻的感受到主给我们的大能，给我们的智慧力量和信心，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。我们在去年的疫情期间成立了喜心小组，如今呢我们已经可以做到无所不言，真的在精神和属灵层面上得到了很多的收获，这是我对喜心小组的心得。谢谢。我们是一个团队，因着神的恩典而建立。我们的挑战不单单是来自于我们侍奉本身，更是来自于我们自身，所以我们要借着我们的侍奉啊，要更多的认识自己，突破自己，以至于我们更有我们主荣美的样式。我们不是要为自己成就什么，乃是要让神在我们身上成就他自己的作为。